家好，我们是 What's Up。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跟前两组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属性非常的特别，所以呢，我们也特地找了一团跟你们非常匹配的团体，来好好跟你们 PK 一下，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一团呢？So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ilence 蓝色警报。听说我们好像要跟 Fighting 吧天团的。What's up？ 干嘛 ？PK 吗 ？What's up？ 好像听说音乐性很强，对不对？什么 DJ 啊，打鼓，打鼓，打鼓，对，打 What's up 又怎么样？就是这样。Yeah. 他打鼓好帅啊！听完，我们有人生的鼓怕什么？不错啦，我觉得还行啦，很喜欢我们乐器，我们不需要乐器，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人体乐器。虽然都是有乐器组，一个是人声，是一个现场乐器，其实现场听觉感受是不一样。我们要用人声重新震撼一下他们，好不好？ Yeah. 小心一点 ，Fighting！ 我们一起欢迎。蓝色警报！帅死帅死了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Sirens 蓝色警报。哇，欢迎蓝色警报！我觉得他们其实可以说是杀人的武器，因为他们真的很强。他们刚刚从身体里面发出了乐器的声音，你们看到那影片有吓歪吗？其实跟我原本想的卡贝拉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就是乐器的种类有点多。其实这种看起来好像就是清清淡淡的，但这种通常杀人都是不眨眼，你们待会千万要小心呐。好，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精彩的表演喽。真的假的？天哪！这样子我们 OK 吗？这个，没有，我们是靠实力啦。哦，好，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而且是也是实力派的。不是来乱，不是来乱，谁来乱？谁来乱？请问你说说看，谁来乱？哪来乱？大炮出来了呀？对，谁来乱？谁来乱？昨天是不是说他没有当大炮？没有，他大炮回来了，他在酝酿。来了，大炮。我们跟 WhatsApp 都看过我们对方的敌情，他们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很坚强，没错，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杀死他们。OK。彩排状况吗？我不及格哎，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让我能够练我自己的东西。干嘛叹气？没有啊，紧张。所以加油了，陈曼青。Thank you.
心他唱得很稳，但是他鼓有点小辣拍。乐器模仿的部分，而且我们特别就是准备了可能是比较东方味道的乐器来做一个出战，希望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神奇的部分。谁说人生拼不过乐团，今天就要让我们 What's up。 接下来欢迎蓝色警报。心情应该很复杂。我先说曼青部分，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一心多用的人，让我非常的羡慕，很棒。谢谢老师。那另外这边，小小跟信迪的部分，听到你们的歌声，你们发出的声音之后，就是脑子会有很多的画面。谢谢老师，谢谢盛芳老师。谢谢老师。啊，选歌我都不满意。曼青这个歌是你自己挑的吗？对，谁的歌？邓紫棋的《光年之外》，然后再加上非常红的《Fade》英文歌曲。很红，但是不够那么红。这个歌大众的认知够不够？嗯。所以这个歌，你看我们这里坐的三个中年人，邓紫棋绝对不是我们那个时代。是。邓紫棋很熟吗？那这首歌你很熟吗？不熟。哎，对。那这位姑娘也是，因为手掌心。叮当，我们印象太深刻了，那个浑厚的嗓子，你的声线我一直想到李玟。如果你要中国风，那你就唱 Reflection 嘛，花木兰嘛，也可以啊。但我因为第一次看你们，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两组表演。我认为两组都在炫技，炫技的意思就是我有技可以炫，不然你要怎样呢？啊，今天两组高手之战，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前面三位都是仁慈的，接下来我们看后面的陪审团咯。焦哥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曼青选的那首歌在年轻人这边是蛮红的。对啊，我刚刚有说我们三个中年人啊，你真的不懂我们这些年轻人。你就你最老，我们这一排。啊，对不起，你继续。没有，不好意思啊，因为没事。其实觉得这首歌背景音乐实在是很重拍，然后你又打鼓，你又弹钢琴，你又就所有的东西都是重点，然后你的歌声就被盖掉了。对，我觉得很可惜。哎，你为什么不来当评审？你讲得很好。哎，你是评审，他已经不然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评分这个阶段喽。陪审团，请给分。哇哇哇哇哇哇！好的。你是天意，你是大大的马蹄，我们微笑的像尘埃，漂浮在一片。高手之战呢，不分轩制啊！我们刚刚曼青得了